章鱼小丸子熟了，这六个是10块钱，排的20号。哇，还是那个味儿，每次来必须得买这个。 真好吃！好多人都不是家呀，都在前门口啊。太热了。 排队买一个冷面卷臭豆腐，冷面卷臭豆腐，这还排队呢。嗯，好吃啊！哇！ 10点了，关灯了。我夹了鸡皮。 吃我！才刚刚开始，马上地震了。太热了。那什么？几点钟上班呢？那他们这休息这。 准备了，那都收摊了。